是 RK501S， 大家要买要记得买对。RK501S 是含袋子跟锅子的，所以原厂说明书。使用前要先加热个十到储存，因为袋子太脏了。这是双电压版本，所以中间要确认一下是有调110跟230的。因为好像问老板也是这样说，刚开始会有个异味，所以大概要擦个10分钟、15分钟。没什么开关，看一下这边啊，我这边是进，OK， 这样应该就开了。哇靠，很快就烫了，所以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现在开到2，所以现在就让它烧个15分钟、10分钟以后就可以用了。